等很久了吧？蛮久了，半个小时了。哇。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敢不敢说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。然后就说，很多都说我小勇配不上你，我就想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。哪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？相处的时间都是看喜不喜欢嘛，合不合适，然后车啊房啊以后都会有的是吧？哦，你是这样子想的是吧？就是毕竟说，我也是农村娃嘛，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，只有合不合适嘛。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。挺好的嘛，跟我啥都有了。跟我回大山里面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既然你都这样子说了，那我肯定要考驾照了。是啊，所以因为三个月的相处嘛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吹牛，然后又不做，所以要看一下。哦，你是感觉我不会去考驾照是吧？应该会。是会，不是应该会。我一定要考驾照。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不管要花多少钱，哪怕花个10万，我也要考驾照出来。哦，真的，在这边报名考驾照又不贵，是吧？几千呢？我看那个单子上面写的 C1 跟 C2 有什么不同？手动跟自动吧。C1 的话就便宜一点，C2就贵一点。那我是考自动的，是手动的？手动，我之前也听别人说，因为你不是上之前你说要买面包车吗？要可能你真的买面包车的话，很多是手动的，那自动的话就拿证快一点，没有那么麻烦，不会熄火。那是途中。那你的是自动还是手动啊？手动。哦，那看来我也要考手动嘛，因为我之前听别人说，考手动的好一点，主要是堵车的时候。那个脚踩那个刹车会很累。你看，你要是觉得怕难的话，就自动吧，自动快一点。还是手动的吧。我觉得小勇还是自动的吧，自动了，然后手动了，后期回家让你哥哥能教一下手动，应该也可以。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学手动的。行。那就手动的，手动的啊，不管是手动也好，自动也好，反正只要能拿到驾照就行了，就算是成功了一大半，是吧？然后今天天气挺好的，
你约我来这个公园的话，蛮适合，因为我睡醒了之后，眼睛啊啥一点精神都没有，出来看一下绿色的这种环境也好啊。嗯，因为每个人交往女朋友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我呢，我喜欢来公园里面，其他地方复杂人多地方我就不想去。你比如说带女朋友去酒吧、去 KTV 那些唱唱歌歌那种，我就不喜欢了。喜好不同嘛，要互相理解。之前我也跟你说过了，是吧？